大人开恩，用亲人祭天。禀了。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段戏，喜爱越剧的老观众一定会说，这是戚雅仙演出《雪手印》中的法场戏通。是的，我们拍摄的电视片就是要向大家介绍戚雅仙和戚派唱腔。戚雅仙同志原名戚爱英，浙江余姚人，1928年出生在上海。他14岁在上海陶业剧团科班学戏，学了几个月之后就到杭嘉湖一带漂流演出。1943年，他随科班进上海大来剧场为袁雪芬配戏，学袁雪芬的唱腔，在艺术上开始启蒙入门。之后他又先后在芳华剧团、玉兰剧团演戏，艺术上逐步成长。他的成名之作是《相见泪》。
与他远走远呀不断心，每日共度两小呀，共此日地不辞气，我比公子不配啊家。旧社会是苦难的时代，妇女更是受压迫最深的阶层。七雅仙的悲调唱出了他们痛苦的心声，受到了观众的喜爱，也初步形成了唱腔上的独特风格。22岁那年，迎来了解放，他组织成立了合作越剧团，犹如新苗迎春，含苞怒放。他演唱的婚姻曲，唱出了时代的感情，人民的心声。婚姻曲在唱腔上有了发展，在艺术上走上了新路。下部队的演出中，丰富了生活，吸收了养料，提高了艺术。他在艺术上的成长，离不开一批和他长期合作的老搭档。
小生毕春芳。戚雅仙和他从1951年就同台合作，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。他们是戏剧舞台上珠联璧合的最佳搭档之一。在唱腔上，戚雅仙和琴师贺孝忠，作曲刘如增，他们长期合作，共同探讨。在表演上，戚雅仙尊重编导，这是老导演李卓云，这是老导演金峰，哦，这是戚雅仙的爱人傅俊，这是老编剧洪峰，他们都是形成戚派唱腔的有功之臣。哦，还有老旦魏兰芳，老生陈金莲，丑角演员丁兆峰。他们也都起到了绿叶相扶的作用。是啊，一个流派的形成，绝不仅是个人的聪明和勤奋，它是时代的产物，集体的结晶，合作的成果。解放以来，戚雅仙塑造了不少生动的艺术形象。现代戏有女共产党员中的赵一曼，火凤凰中的向秀丽，一个平凡的母亲中的革命妈妈，教师日记中的女教师，还有传统戏闻鸡归汉中的蔡文姬，玉堂春中的苏三，琵琶记中的赵五娘，王老虎抢亲中的王秀英等等。他的通俗朴素、深情动听的戚派唱腔，充分体现了这些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，深受观众欢迎。他的唱腔是越剧旦角中别具一格的艺术流派。下边让我们欣赏一下他和毕春芳合演的《白蛇传》中何伯的唱段吧。
风水观清分，草长春西部花朵起乱云，以为是扶他扶在公啊你恰不了你还风不停，难啊人为了你定家里你黑呀阿哭，为了你断呀恰阴用黄居，为了你大声放肆道地地擦，为了你这么精神发黑灯，为了你不听亲儿俩一圈，为了你将啊把情，哎
小周，小朱，哎，请你们来一下。哎，好好好。你们看了齐老师的录像，能不能给观众介绍一下你们老师唱腔的特色呢？啊，观众同志们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齐雅仙的学生周雅琴、朱祝芬。啊，哎，请坐吧。今朝看了老师的录像以后，感觉到老师的唱腔曲调很朴实，感情下去深厚，听上去非常有韵味。是的，老师的唱腔唯一的特点就是慢轻板，伊咬字清晰，感情真挚，下去见功夫，也是我们最难学的地方。对啊，气派唱腔，声声传情，字字入耳，丝丝入扣，唱来感人肺腑，动人心弦，很有艺术魅力。是啊。啊，小朱啊，听说齐老师现在正在辅导你排练传统剧目。是啊，老师最近来辅导我这个应对哭灵，等一下一道看录像了。那好啊，我们一起去看吧。好好。
对对，小周，你学你的老师还真有些味儿呢啊！不，这才是俺老师教的。
观众们，静安乐剧团为了继承和发展七派唱腔，所以在几年以前就培养青年演员。经过几年辛勤的培养，这些青年演员都已经成长起来了。为了能使大家更好地了解七派唱腔，让我们再回到电视片的拍摄现场吧。现在导演正在给演员说戏，他们准备拍摄《法场继夫》中三杯酒的唱段，由齐雅仙和他的学生三代人扮演剧中人王千金和林昭德。第一杯酒由齐雅仙和毕春芳演唱，第二杯酒由周雅琴和杨文蔚演唱，第三杯酒由金靖和董培芬演唱。好，开始。好，让我们共同欣赏吧。
观众同志们，我们这部介绍齐雅仙和七派唱腔的电视片就拍到这里。时代在前进，艺术无止境。
我们祝愿齐雅仙同志为越剧艺术做出更多贡献。我们希望戚派唱腔后继有人，得到更大的提高和发展。再见。